以再拍拍。我之前订的是很特别的粉红，有点粉橘色特色车厢，而且车头还可以坐上下座，所以都赶不到我原本预定的特快列车。好，我们已经到了江之岛，然后可惜江之岛它在维修整修，所以没办法拍到空景。我们车站了，我们现在去走去江之岛，走走。江之，来，请问这个不是江之岛是看什么的？嗯？请问江之岛是看什么的？来，我们做小岛啊，简洁有力。我以为是猫岛。江之岛就是一个猫岛。那你要讲猫岛？你要讲猫岛啊？喵，喵，江之岛的猫岛，喵。喜欢猫的你到日本可以来看看，其实日本很多岛。江之岛是位于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一个小岛，那它岛的周长呢大概是4公里，标高是60米的一个鹿连岛。那江之岛呢，它位于是在片濑江流入香磨湾的出海口，那它也是湘南地区的中心哦。现在的香磨湾沿岸啊，是属于一个观光的圣地，很多日本人啊，在假日啊，或是甚至晚上，都可以在这边来个路跑哦，散散步，是一个很不错休闲的地方哦。我们大城市，耶。我们慢慢走过啊，而且我们还要赶着回去，再看一下江之岛。越来开靠近神社的那个了，鸟居。这个盖的好像好。嗯，那个就是有介绍可以泡澡的，有人在这里泡澡看那个。看海啊，它就是温泉。这个江之岛温泉，它就是给泡的。岛上有一个有名的古老神社，叫做江岛神社，里面的主神呢、是供奉辩才天。而辩才天呢、是音乐和娱乐为主的女神哦，那也是日本神话中的七福神之一哦。所以呀、有喜欢音乐的或娱乐的朋友们，不妨可以到岛上来祭拜哦。OK， 我知道，我记得这边有Hello Kitty的店。
在排这鱿鱼片哦。就这个，有时候必吃的。现在在排吧。我们下来东之岛要上去，我们现在老婆考虑要做一二三套套票型的 ，A 就到一而已 ，B 到一二三的手扶梯，然后 C 是一二三的手扶梯，再加东之岛那个，我看最就是这个。这个，它是 C， 有加那个入园券。我们现在考虑，我老婆现在看说可不可以用。然后等我们就要上去，等下就要买票上去，而且票也不贵，200、360、750、750是有含这个票。没有，它这次只有车票。哦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。要再买一次票。那你把我钱包拿出来。放可以放1000块啊，你看到1000块，你可以放1000呢。哎，这可以买吗？不是 C 吗？お金を入れてください。不一样哎。哦。是要买什么？你不用买西施，你充那个。你要看灯塔的吗？还是怎样？你要看你要 A B C 哪一个？看时间12点。帮我买 B 就好了。好，帮我买 B 就好了，360。B。我们最后老婆决定要买 B 了。去灯塔还要走一段。OK。那你一个人一个对，360。跟老婆现在拿360块来投。我要了。还有了。那一次整一张吧。一次整一张啊。当 B。B 上面。B。对。B。如果我们抽奖抽到 B 跟 A 就好了啊。那就是看到时候我们去抽奖有没有 OK 的。好，他头很可爱。他等下找你。我们最后决定买 B 了。拿着他的票。刚刚有点晃，来照一下。限定版哦，你看限定版不会哦，限定版。你看这个，我们是买 B 方案，如果你买还有一个 C 方案的话，就可以进去那边。而且你看，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上面有很多人，其实上面风景还不错，只是我们没有去。就这个，然后这边有点灯，哇，点灯的在这儿啊。点灯的，而且还可以盖印章。那我明天想来。我跟老婆其实很喜欢收集其他印章，因为有的印章其实很好看，像我们冰岛跟昨天去的冰岛跟风岛，冰穴跟风穴我们都有盖章。然后这个点灯的，拍一张。因为我老婆还在查事情，查东西，没办法。不过我没有努力，在这世界上。然后这边下去就可以一直往下面走。然后这边我也不知道在卖什么，这么多人买。蓝莓。然后呢？
就到处就是休息一个休息站。我现在拍，好，那现在我现在拍照。